来一首歌，来首歌。我们两个属于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，是早上有活动，然后我睡到下午一点钟才起床，我睡到下午四点才过来，显得好像我是一个只爱睡觉的人。我准备好了，你不是吐我脸上啊？今天要是把我牙崩了，够点。哦呦，看这个坐姿，大佬坐姿。再看这个。哦，好漂亮。我看一下你喝的啥。干杯。他刚创造了一个。我们今天自己做饭，做了鸡肉炒面、三文鱼，还买了。够死我了。
你看我眼镜戴上是不是很有文化的感觉？还挺适合我的，我觉得。我给你戴一下。你的度数有多高？100多。但是你的眼睛好清呀！我天哪。200吧，我觉得。我戴上就有一种人民教师的感觉，优秀教师，一看就是教英语的，英语老师，他的班主任。还要喝可乐，喝吧。没有，你没有可乐，家里没有了啊。就生抽，嗯，生抽和酱油不是一个东西吧？嗯，是吗？你问问大家啦。生抽和酱油是一个东西吗？不是吧？是啊。那老抽和生抽不是一个东西？不是，生抽可以调着吃。就是一个是。增颜色，一个是增味儿。嗯，哎呀，真把我饿死了！你看我这样子像不像能把你吃掉？你好便宜啊！我去小卖部买可乐。小卖部？小卖部？没听过这个。这你没听过？没听过，像城隍庙一样哎。小卖部是指卖那种小零食、小辣条，然后我们没有超市、啊。不是、啊，超市对于我来说是沃尔玛那种地方。超市是麦格多纳，小卖部是那种街边的速卖。对于我来说。咋了？把你吃的还沉思上了？我沉思了。饿的也快，吃的饱的也快。也是。是吧？感觉也饱了。大家都有点麻了。开看，他那个专辑就叫《小子》，我一看我是好小子。我放首歌吧。嗯。怎么样，美女？先跟大家说拜拜 See you Adios Adeu Adeu 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。